第十题问：电器中的电阻会阻碍电子流动，最好将全部电阻移除，使电流可以顺利通过。这个叙述是不对的，因为我们的电器有些要用所谓的电流热效应，我们要靠着电阻才能够把电能转换成热能，我们才能够把它运用它的电流热效应。所以这个叙述说最好将全部电阻移除，使电流可以顺利通过，这个我们要打叉，是错误的。